信七尺浪床，唯一女子作榜样，恨合惊好强，杀间不退让，标志胜场，寻条无力正义扬。喂，朋友，你哋最近点啊？有冇练功夫啊？唔错咁咯，就有个痴头忙死杀人线咁。啊，即系咁。五梅师傅话我啲功夫有几分。你个死鬼老豆，见到你挂住练功，佢个豆腐铺生意就俾你搞到一嚿屎啊！一定好失望啊！都算咁啦。啊，有冇时间一齐练下？喂，你真系当我哋有病噶？会陪你癫？呢度咪属你一个区啊？走去揾其他女仔陪你收花啊？喂，你唔记得咗啦？佢男女噶嘛？啊！你走啊！你明知道他们不喜欢你，还瞎费什么劲呢？如果我唔敢做嘅话，我净系一个人。总之就咁啦，唔关大人嘅事嘅。哦，那寻找无梅的线索算不关我的事吗？哎，包定的豆腐给我就算了，你呢？切。都保护不住，还想保护他人？哼，连你自己手上豆腐都保护不住，唉！我唔想翻去啊！无论呢个世界变动几复杂都好，你始终都系你，你要好好睇清楚你自己个人，再去睇其他人，跟随本心，坚定不移。走啦，乖啦。
我是严永春，我喜欢打功夫、卖豆腐、维护正义。我叫梁伯愁，你的功夫真的很厉害，你是哪个门派的？我可以跟你学吗？我的拳还没有个名。严永春，永春，好，那就叫永春拳吧。